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我们来玩我们的《行尸走肉死城》啊！那这款游戏呢，好久没有开始玩了哈。那个最近老头忙啊，你也知道了，忙什么？不用讲，有关注我频道或是我的粉丝团都知道我最近忙什么，是吧？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现在直接开始这款游戏啊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可以领取金额8900，好爽哦！哇，直接变14000块，然后这什么？哦，对啦，他这都有时间到，时间到上去可以领免费的，哦，还蛮特别的，免费2颗手榴弹，然后3小时之后可以拿这个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些前面的装备都升满了，我们这个散弹枪也解决掉啦，也是升满了，接下来可以买这把，我靠，这把70000块，算了，那我不要不啰嗦，我们就用这一把啊，慢慢的往前推进，好不好？今天也是一样，大概推到。竞技场吧，有没有办法啊？啊，应该是有办法吧。哎呦，怎么感觉有点延迟？是我错觉吗？什么延迟？哎呦！不要有那种很夸张的笑声，好不好？啊，有笑声其实还蛮让人不悦的、啊。会心里想说你是在笑三小、啊，哇，我的伤害好高哦，一枪一只，夺命女啊，一枪一个，哎，好轻松啊，今天搞不好可以打个20关不是问题啊，好不好？依照这个进度，20关不是问题了。好，说真的，如果每一只都这么好打的话啦。叫什么东西？炸弹兵，没关系。跑什么小丑哥？小丑哥是有这么好笑你？不要是躲那里啊！小丑哥，我恨你，别再跑了。来啊！我觉得我用不到什么手榴弹呢、欸。哦，这个箱子怎么飞起来了？为什么？解决了。哇，命中率好差哦，都是那小手害的。啊、哦，69，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领4000多，也蛮爽的，好不好？来下一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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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远远的开下去。笑嘞，哪里啊？不要再笑啦，你在制造恐慌啊！完了，越多。Oh my god！ 不要，走开！卖个球啊！不好球！不要浪费时间啊！真的是。吃了什么？笑笑丸是不是？笑得这么开心？先发制人，远远的其实不好瞄。呵啊，我知道你过得很快乐，好不好？怎么有一个拿枪的僵尸？哇塞，这些僵尸居然，哇！现在多了会拿枪的僵尸冲进来士兵哦、喔，啊哇，那之后是不是都会开枪了啊？照这个逻辑来讲，之后都会开枪了，而且他们还会自己找掩护，哎，这么屌、喔、！Cover me， 拥有智慧的僵尸，我喂，哎，干什么？卖个铁球啦！真正是受气的呢，可以了 ，Triple Kill， 结束了，啊，该怎么说呢？凡人的敌人越来越多了，完了，到底 BOSS 战过不过得了啊？这又是一个问题了。有炸弹吗？
哪里？笑到我心里发寒。射必射，还有嘞，右边是不是有？小手在右边爬。卖个球，卖个球，卖个球啊！去死吧！真的很吵哎、欸，吵什么东西？卖这差差死啊，真正是。我觉得这关让我好烦躁哦，打不到就算了，他还一直跟我那边笑，啊，烦躁大哥大就是你了，别闹啦，走开哦，嘿嘿嘿嘿，闭嘴啦，拜托我求你们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跟着笑了。哦呦，吓我一跳！好吵的一集哦。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你们应该也觉得很吵吧，烦躁，好烦躁。来 ，boss，boss。哦，我记得我们那把新武器要70000块嘛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，40000多。哎呦，出来了！哇，这个血这么厚。哦，会举盾哦，这家伙。哦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没有别的敌人过来帮忙就对了。OK OK， 交给哥了。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。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两面夹攻，双面夹攻。慢慢走过来了，阿补一。他拿盾就必须要先稍微停滞一下，打脚打脚打脚，让你不能移动。我这样有没有很聪明？完蛋了啊，血量不够啊，还会动，完蛋了嘞！啊！装子弹了，完了要死了。哦，还好过了，这么大只啊，大只佬哦，哇，这个34000哦，我有没有70000块了？欸、有了、欸，直接买啦，不啰嗦啦，啊，提升一下装填时间，这游戏装填时间很重要，完蛋了，我们这样子感觉伤害不够，算了，我们打一下这个我们的竞技场，哎、欸、，so happy， 啊 ，skip。好了，快点！这次是改拿狼锤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敲死你！很烦躁哦！卖叉，卖叉，卖叉，卖个球，卖个球啊！真正是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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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Triple kill！Triple kill！ 哦，我死了，赚多少？6000多块，根本不够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准度准度，子弹量，先个准度好了。我们打这一关，啊，我们还可以再稍微再打到 boss 的关卡吧。啊，再打个四关至五关左右吧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地，不是吧？连老鼠都出现了。耶、yeah, ，完了，感觉非常的危险、欸。不过那散弹枪还蛮屌的、欸，我觉得。然后现在多少？6000多，6500，伤害稍微增加一下好了。我觉得我们平均发展好了。装填这个部分呢，已经提升到一个水准之后，我们后面这三个可以平均发展啊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啊，有伤害又有子弹数量。哎、欸，不过这很烂哎、欸，这要靠近才有伤害。哇，哇，这个，哈哈哈，
好烂的武器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没错啦，这个武器本来就是近战伤害才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烂也不会，也不能说烂啦、啊、就真的是伤害有差强人意啊。这把是拿来打近战的，所以说并不是越后面的武器越好用啊。哦，这个还有牵涉到什么场地、什么地形适合用这样子，这不会爆吧？这个是吧？哦，爆头，老鼠头不见了，我们还有两只，好，结束。太远就反而没有效果。来，我们看一下11000装弹时间加拔升满好了 2.4 好了，我们没有钱了。第45天啊，好快就过第45关了。对啊，他这个优化其实不是很好欸，有时候会稍微lag了一下，有时候会稍微lag，就是某一些时刻他会掉帧。刚刚像刚刚不小心掉到20-30了，结束，轻轻松松，好吧，我们来打一下 BOSS 战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OSS 战到底如何啊、哦？来，剩下这个，我们拿这个武器打 BOSS 战 OK 吗？其实我蛮好奇的。啊，不对，这是狙击场，不是 BOSS 战。我以为这 BOSS 战应该算是 BOSS 战的狙击场，会不会是？对啊，中箭啊，哦，有了，来来来，吼架，我不准你伤害他，哇哇，小 baby 喷血了，95滴，小 baby 95滴血了，来呀、啊。不假，狙了你啊、哦！还有两只，这、欸、不用装子弹也不错啦。还好都不用装，啊，因为射自己的小 baby 不行。高级加迪的，哦，哎呦，很会哦。结束了 ，nice， 7400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啊，没问题的，准度提升。我们再打这个。欸、他这一关没有 BOSS 战了，他直接到这边竞技场。哇，这边才有 BOSS 大老鼠欸，60关才有 BOSS 啊。这个游戏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是200关嘛，对不对？哇靠，这个要哪时候才结束呢？一天打个20-30关啊，大概分10集吧。啊，也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感觉要玩很久。来吧。我们又回到原本的下水道了。哇，蝙蝠哥来了，连蝙蝠都出现了。不要，走开哦，卖过来哦，你卖过来哦，别过来。我怕怕，这边那个我们都洗钱用的、啊，赚分数了吗？好多、哦，越赚越多了。子弹数量可以晚一点再提升。这老鼠的动作真的蛮好笑的，我觉得。奇怪，我这次怎么一发让他们入魂啊？怎么感觉这次不行了？刚刚上一场我们在打的时候，这些蝙蝠都可以一发入魂啊。嗯，怎么这次没有了？角度问题吧，我猜想。果然是角度问题，要对齐那个准心的至中，伤害才会高。不是很好对啊，好吧，我们快要把我们这把武器升满了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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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恶，被他闪过了。Mega kill， 你看到很奇怪哦。该怎么说？他这个双管闪弹枪、霰弹枪，他只能装两颗，但是他可以发好多发。啊，隐形的子弹。啊，现在可以一次发七发，明明就两个管，然后可以发七发，这什么逻辑？啊，这是什么逻辑？你跟我讲一下，你跟我说一下，这是什么逻辑？这是什么逻辑？么么么么，么么么么。妈妈没有，妈妈没有，妈妈可以哦。Auto kill， 这样分数感觉比较高，钱会比较多的样子。好像还真的嘞，耶，升满了，太棒了。然后很顺利的打到竞技场，来吧，看一下竞技场要怎么玩。好，好了，这边可以过，这边可以过了，好，直接 skip 了。在那边改拿榔头是不是？送分关卡，送钱关卡，那我敲死你，小王八蛋！敲要敲好多下哦，北河。我觉得我应该也撑不住多少时间的啦，我觉得啦。那上面的人都泯灭人性。现在是他们没有娱乐场所，把我们这些半生不死的人丢下来当娱乐是吧？非常好，好打多少钱？哦，打了20000了，好爽啊！我们看一下我们下一把武器多少？200000，太棒了，200000！啊、哦，没关系啊、我们下一局2小时过后可以领个24000，可以，好吧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好不好？可以出个十几来集左右了，好吧，今天影片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小帮你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行尸走肉死神再见了，拜拜。